这间我觉得最近要吃马家姐应该蛮适合的，那量很大，也不怕抢不到。好，洗一下手，把我的机器没办法控制。臭度慢慢变大。这是什么？鸡背下面，黑格 ，OK， 不是很大只。这没有人要的，他会先整理起来的。飞鱼啊，那飞鱼。哎，老爸，我们要不要？为什么不要？犹豫。我上次才买完一只啊，我换其他的。黑格被丢出来。哎，黄鱼哎，黄鱼哎，没人拿。黄鱼哎，黄鱼哎。黄鱼没人拿哎，你说呢？我想要看那个大。那你说我们要开单哦，2.33，我给你下一家了。2.33，3.33，另外一个的，美女有，加油！你说那些鸡，真的。6.7加60，帅哥。5.046，人没有呢，没有。OK， 没有看，认识一下。下面那一位比较漂亮。OK 啊，对啊。下面那一位大。有，刚刚有拍加辣。对啊，那位才漂亮。对啊，好大只，我想看这个多重。要漂亮的那一次才漂亮。哦，你中档的哦，2.5公斤，还刚进了几只蛋哦，还在哈。下面是白鲳吗？谢谢，来旁边来。正常。负的0.46，自然这个重量。要不要上？Thank you.
4.5 加10，来，帅哥，负的0.45是男子的重量，3.8公斤。对。来尝一下。来那古斯丁的吗？我操！已经差不多，可以乖乖往上。
没有料。不，哇，太贵了。你这一次称多少？它两公斤的话是一公斤2900，1.8的话是2800。哦，2800。太贵。好惨。放弃了。放弃了，我今天清超快的。老板清太快了。周家剩很多。青鱼今天反而少一点。马家简也剩很多。一篮。走了啦。对不对？小鲨鱼。想去搓沙，可以带回去，带回去搓沙。刚好是白鲳还没被带走。那个北方啊，北方啊，在那里。4.3+40，谢谢。快点，不等1.4，要不然不亮。你半夜五到六点多。